でいい？他卖你啊？来的。他卖你啊？没有，我跟你聊天聊的。他借你啊？不然他一天还要一千多块，干。他想卖2000多块。都会坏掉，2000块谁要买？现在才1000、1500、1600而已。有人卖1800，也是买。我们两个，不用说，因为现在是新的价格呀。
老板，所以待会要只要观察。我知道。好。那我们就先比赛，好，然后再打一场。那要等他去打。好。对听说北投还有一台淘汰9900的。